最终章的一个礼物啊，是最难缠的一关了、啊。没办法，只能把那个剑给舍弃了。我去，这些先把他杀了。啊！礼部先生，这么魁梧。那些死了，胖子又出来，最讨厌的胖子。被礼部连一下，也差不多快死了，那一招了。还好有击中，还要防小兵，还要防 boss。主要是要打这只 boss 啊，他这个小兵一直干扰。打不到，我一直盯着他打，不然时间肯定不够用的。不打 boss 时间肯定不够用，那小兵打不完的。哪里不？哎呀，被他跑过去了。好，我继续。啊，真错边了！我去，时间不够用。坚持，坚持啊！快死了，他也快死了。开开，他也有防御啊，像潮人一样，潮人防御力更高。人呢？时间，时间，坚持，没血，被这个弓箭手给射死，我去嘞！我其他手级好不好？算了算了，来个 A B 吧。这个曹操要不要把他打死？是不是接了两个？还接了三个？接了两个。哎，运气有点不太好啊。以前都是一臂通关的，现在呢？一臂通关，你们信不信？炸死自己！差三秒钟，哈哈。啊，这样子就曹操把他打死之后就通关了。